雄可以抓一波，那波比直接跳阴脸其实就可以了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塞纳前，走，抓波野。打工了，不用想了。100%打工。命令必须得到。因为是我先手的。这猴水晶瓶啊，闪现跟我拼，这俩猴我让你找都找不到人。回家，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回响。其实他应该给我带塔里去，我们可能能换掉。红印如果被动触发了，是不是亏一刀？那怎么亏一刀？那就攻速再快点呗，就。这也才110%的攻速，能多少啊？110%攻速几点几啊？完美是可以达到。猴升三了，我们就不太好打了啊。先不跟他打。我以为他在勾引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想到他是真想回家。快点推这波！这个猴去也去了，不一定能打得过。查眼，完了，送了，猴三个人头了，玩个钉吧。太难了！哎呀，太难了！我寻思我能给那维克托杀了呢。人性已被动摇了。真难呐！这杰斯要干啥呀？
你为啥出右装啊？也行吧，右装杰斯给我们在前面扛着呗。那凯隐，这猴我都没想到他居然出个死刑宣告，这玩意儿有什么用？我也不知道他为啥他双 buff 都不敢打。你说你双 buff 加上你三个人头，你有啥不敢打的呢？还征服者，我也不知道怕啥，看不明白。这人就在那晃晃着。哎，不不不，不补就拉倒。他又过去了，三个人，人有点多呀。俩人就算了。我这波塔下不换你，我都对不起你，那头。我这波塔前这些兵啊，我不可能让他吃呀。我这不可能让他吃，我就跟他换，我都得换死他。这猴你还玩啥？我德克萨斯木印子，你呢？也不知道猥琐个什么玩意儿了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双 buff 杀人头，打都不打。我们来个德克萨斯木印啊！秒达不就是60的减伤，不然只有30%。谁说的？这有什么区别吗？怎么的？旁边有人啊！这猴啥意思？他凭啥在我塔前啊？
记得一种温暖，叫做希望。不，我就感觉好像旁边好像有人，刚才就。要不然他凭什么一开始连打都不敢打的猴，敢在我塔前晃呢？你说？抠出来了呀！我咋死的呀？啊！给我惩戒死了！我看见惩戒了，不是天罚，有惩戒，他拿惩戒把我惩死了。出门，我曾拿着这把剑年复一年。不好杀呀，这猴儿！你这猴儿，我今天必杀你呀！哎呦我操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要被塔砸死了呢，我那可傻逼了，那可真蠢。我决定跟这个防御塔对换了。再见，不狼了，回家了。无敌了，这波往下路一去，双杀一拿，中路一拿，小龙一拿，拿下。这波直接往下走，把德莱文一杀。等到位了，然后再给队友打信号吧。来，直接呢让他二连。就杀他流头。居然是你杀的，看看这野区还有没有人。还有什么搁这儿呢？猴这是真不好上啊！哦，别，不行了，别扫我！牛头可以杀，嘿！
哎，不上。打个蓝 buff 去，耶，他把蓝打了。这凯隐其实能杀，两刀。回家收集者，打个红去吧。先来个耀光，我们再来一把长剑。一个陌生人的声音。去下路再拿波风杀，他俩指定得越着塞纳，你知道吗？往后点来，往后点，往后点。闪现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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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，过年好。哎呦我操，还有意外收获。这老头，哎呦我操，维克托。哎呀，怎么维克托在这里不跟我说呢？跟我说我把这维克托也给他杀了。这个杰斯有什么用？打个维克托出他妈一身肉装的，完事出的还都是护甲装，这有什么用？差点五杀，可不差点五杀吗？不知道维克托搁里头啊，没注意维克托搁里头呢。把我的双 buff 拿走了，来来来来来，让牛头交二连。勾引他，唰唰唰唰唰唰，我到了。没血了，算了，不打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没有 R 了，你等会儿，等我还差100块钱西兰刀。我有点害怕，我说实话。回家西兰刀，我700了吧？没700。这个刘咱就不杀了，这个刘很容易有大招，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大，反正不太好杀这刘。维克托有秒表，注意点，一会儿别被他勾引了，知道吧？他残血能不上，等他秒表结束，我刷一个扣他就杀。
我天哪！那大龙是不是要没？别死啊！别死！千万别死！大龙啊，别死！这猴可太他妈烦人了。Q 呢？我 Q 也没用，我 Q 他也把我 Q 起来，那肯定全是人。再说我不能先手 Q 那刘吧？万一那刘后边没有人，他是不傻了？这把其实并不好打，虽然我们有点无敌，但是还没到那种就是能一打五的地步，还是得队友给我创造点虚区环境。这猴应该是会往上路收线儿，我感觉。我看能不能逮个猴，把那猴杀了。海隐很脆的。一个一个杀啊，不着急，慢慢来。不好意思，假猴也算，可以。别着急上啊！吹波克了，剩个刘，把龙打了。上路可以收兵了，无尽多少钱？无尽3400。这一个一打130点真实伤害呀！本来我是很想出这件春哥的，但是啊，我决定相信自己，我相信我应该能找到很好的虚区环境来一波五杀，所以我们继续出点虚区装，这波不要春哥，不要容错率。等一会儿啊，波比，别着急，卡个眼儿来。完了，这两个人应该会直接被秒，但是不用怕啊，不要怕，这边格莱文也死了，维克托没技能，不一定能秒得掉我们。
对路，小子，还想先手我？我两刀把你砍死！没有大这波，我有大我直接开大上去砍死那德莱文，砍他一刀他就得死。维克托挺欢迎啊，维克托牛头开大了，不着急啊，不着急，我们家这大龙 buff 怎么啥也没干呢？等下条水龙吧，等小龙吧。啊，等小龙吧，等小龙我就能补杀了。哎呀，我们先杀德莱文，再杀凯隐，再杀牛头，再杀猴，不对，牛头后杀啊，再杀猴，杀完猴杀牛头，杀完牛头杀维克托。这猴我砍他两刀他就死，其实只是我不想砍他，先升个十六级吧。有的人还在执迷不悟的活着，在这挡一下这猴啊。有没有人？维克托有金身，不好杀。两刀。能拆吗？费点劲呢，好像。命令必须得到执行。哎，什么东西给我划了死了？我人都抠出来了，我都死了。差六十块钱，下边小龙团我们直接五杀一波，我都可以直接先手下一波，下边我们直接先手杀德莱文啊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呀！我说，要我说别打了。这波比跑肯定是跑不掉了。哎，哎呦哇，牛哥漂亮，牛哥，牛哥真的是护国呀！
游戏结束，我春哥了。突然想给刘哥点上一首歌，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一无生黑白。波比快过来，这人这个多呀，可以上了。能杀，有机会，兄弟们！有没有？猴活了也不应该呀，没有五杀吗？喷塔扣呢？这家伙！嗯，难的。来个蟹手，直接打呀！打，他们家少人，打龙，打龙啊！牛哥要抢龙是吧？先把这牛杀了，把这牛牛杀了。假猴给我刷金，德克萨斯木印。又是四杀，我操！那最后也给我留一下子，给我留一下子，能不能给个五杀？给我留一下子，真是佛了。这波比呀，真讨厌呢。界面出来四杀。